好的，上期视频我们解开重重机关，终于打开了通往城堡的道路。现在我们出来去看一下还有什么在等着我们呢。对了，阿显还合成了一把强力的能量剑啊。先上楼吧，妹妹，先上楼看一下。我感觉楼上会有怪物。哪里有怪物？哦，大蜘蛛。能量剑下啊，你这种大蜘蛛算什么？这有楼梯，表哥。开关，这上面有装备，他说我们要上去。来，表妹，你开开关让我上去，看一下能不能上去。我升上来了，哎，我被卡住了。哎，表哥，你被卡在那儿了。来，表妹，再来，再让我上去一次。冲呀，表哥！冲！表哥又被卡住了，表哥让我试试呢。哇！小妹，你怎么上去的？厉害吧？厉害了！哦，蓝钻的鞋，还有一个大宝铲。我表妹拿到好装备了，羡慕啊！哎呦！为什么你就能上去啊？难道我比较胖吗？嘿，表妹，大宝铲拿到了。大宝铲。走吧，走吧。